mistake 已经解决了，没有哎、欸。好，我的人品君，嗨，谢谢可爱的枫叶。133684全场焦点，洛克斯人最强 ，Hello，Hello， 小易 ，Hello。没有，怎么了吗？天天默默店长 ，Hello。少啰嗦啦，班长复学一嗨咯，谢谢思远的热气球。皆さん晚安です。今日もいい一日でした。嗨咯。麦铺，谢谢，哈哈哈！李承恩，哦，李承恩，姚阿 Q， Hello， 星夜 ，Hello， 二姐不在，沙鲁一起，多尔佛南明哥 ，Hello， 少啰嗦，晴天天气安 ，Hello， 没有，没有，吼、oh, ，没有，我没有听。没有没有，没事了。装鬼师，天月之寒，青云，普龙拱，无间杨雄 ，Hello， 嗯，我回来了。追杀，想哭，小红，孵化。清流超市企鹅 ，Hello， 孵化，什么是孵化？朱拉米有 in CJ103 ，Hello， 谢谢 NK 米加的 Hello， 没有没有，我没有把那个门号用回来，是让那边帮我把资料移到另外一只账号去，所以我现在不是用电话号码，我现在是用信箱的。这样耍在睡觉。Hello 老沙 ，Hello 志祥，加油妮妮 ，Tomo，Hello， 耶，喂，明水锤 ，Hello。快乐快乐，今天也是个美好的一天。什么意思？谁？你是谁？哎呦喂、啊！MPF 阿米经验潘秦王浩毅 Kevin Ren 狂人 Tomo 阿哲148540 Hello， 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嘉阳的热气球，忘记了，不是哈，就是谢谢，对，下次直播是礼拜日。为什么不能追？退场 Q 大家，哎，好好玩哦，我觉得超好玩的。那个耶，我以后每次都要这样搞，没有啦，会不会被讨厌？应该不会吧。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老沙的梦幻星座。没有没有 ，Mina 昨天好像有事情吧。
然后要请我去帮他带一下位置这样子。Hello， 庆，谢谢庆，庆推法诀，耶、yeah! ！Easy 台湾哥，大条千年 CJ103， 无以用，卓气哈纳比阿当之情，笑笑 ，Hello， 别猜了，好啊，那你就算喽，沉鱼落雁，嗨。被你直播傻眼，为什么要请客？很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安盼生 ，Hello， 结牢一双，艾文 ，Hello， 昨天发生什么事？就是我那个，对，不是那个带位，是跳舞的位置，这样。双燕不入流 ，Hello， 没玩到，你没有来啊？为什么？好，你有啊，你在啊？太远了，是不是？还是可以喊啊？怎么样？我要三边都喊，是不是？新鲜柠檬、亚麻路普思源、Haki，Hello， 昨天就是我之前直播的账号是用手机号码绑定的。然后我那只号码最近停掉了，因为没什么在用。其实本来是以为只有要把那只的网路，只有要把那只网路停掉而已，但是就是整个联盟号都停掉了。然后我就只一时间只有想到，那赖我会不会登不进去啊什么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浪，就忘记了。然后又借给张头发还有一家。直播，然后就弹出，就回不来了。KC Win Hello， 跟没有一样。游戏 Hello 真的像雅儿 Hello， 谢谢你们的热气球，剑骨草莓酱，冰岩翠和无极，鱼瓶 Hello， New Player Hello。谢谢新鲜柠檬的热气球。哪有？咦？今天觉得莫名很开心，还好吧，跟平常一样。谢谢剑骨的枫叶，是一点小小的 mistake 啦。哎，酷啊！谢谢果才不是 Leo Father Hello， 哎，现在就是让那边帮我把原本那个手机绑定的账号的资料移到新的账号，不敢用手机了。Hello 黄鱼魏凯土匪机翼。手机停掉，因为那个账号是绑在手机上，它就是手机号码登入，然后会寄验证码给你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停掉了，所以就收不到那个验证码。Hello， 我回来了。Miss Cake， 一直都开心。我是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嗨，Hello， 季风亮，对，我现在，耶、yeah ，我不知道哎、欸，反正就是移过去了。Hello， David Y， 对，验证码只会发给设定的手机门号，但是我如果没有那只门号的话，我就收不到那个验证码，我就没有办法登录。嗯，哭啊 ！Hello， 阿诺，太年底太久了。年底太久了，不要吧。我想要手机，对。
Hello, Hello， 哇，这次时间很大。今天吃了什么？今天吃了Hello， 实习，晚安 ，Dance。我就因为那时候我昨天，因为我还没有要播嘛，但是张爸爸先播，然后他在大学宿舍，我在我姐姐家，然后就想说，不然我来看一下张爸直播好了，然后就登录，然后就看到王一佳来到张爸爸直播了，这样子我就想说等一下看我的名字，按了没有我的名字。然后我就留言，然后就跳出王一佳冒号，怎么没有我的名字？不对哦，我才想到，对，我才想到不对哦，这不是我的账号。哦哟 ，Hello， 思涵，生日快乐！接生万古早味 ，Hello，F Hello， 哦哟。然后才想到，然后我要去换我的账号，我才想到我没有手机好吗？没有，走边了。Hello， 千人灵，不死。我回去会不会也？搞不好我在这边也会啊！我这边不是有时候也会。嗨嗨，是 F 大吗？报复性买它！一家知道吗？我不知道哎、欸，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去问问他。我觉得我眼睛有东西。谢谢朱里恩的热气球。接给佛法那瞬间就注定会出事，对。但是我忘记了，所以也没有办法。Hello， 嘉宏。Hello， 旅冠 ，Hello， 阿元，但是其实不借也是会吧，因为他有时候，我记得他有时候会登出吗？好像会。好像有时候会自己登出，就是像那种太久没有开的话之类的。会的，会的，肯定是会的。谢谢哈柳的文手礼，你没过哦，好吧。哎呦，2021才刚开始哎，开始一半了。肯定是 ，Hello， 烂透了。当然啊，念棒。早安，张法法。已读。早安。还是已读。Hello， 秦魂，秦湖，没有，不是啊，我不是都前一天吗？我明明就都前一天。对，早安张法法，还是已读，可恶，大家爆炸。怎么了？
开始勒索，不行。Hello， 这位朋友，是营业一天航空公司，没有错。前一天太晚，不会。是截止，对，前一天。Hello 啊，贵仔。耶、yeah. ，Hello 悬崖，会需要修图，修图需要时间，什么需要时间，感觉很多时间。没有没有要给你们犹豫啊 ，Hello 鳄鱼，不会发生两次，什么东西发生两次 ？Hello 坤坤。哦，要抽勋章，早发就会有人缺一包的时候，什么意思？不能不修，不是啊，我们自己拍的，我们自己要修啊。这业配的自己要来。我的眼镜好远了，不想拿。Hello Sky， 慢工出细活的是。它会掉的吧？被我拔掉，从天线被我拔掉，哭啊 ！Hello 包子，谢谢雪娘的文手礼。Hello， 太多了吧。发啦，一读不读不回，不是的。手机很烫。那不是我的，那是姐姐的。百人以上的室内活动要停办了。不要乱讲了，一切都看不到我的消息，不要听我乱讲话。不是，我没有看那个啊，我没有看清楚。看什么？我只看到要梅花座什么的。前夜祭危险，哎，对，还有前夜祭耶。哭啊！哭啊 ！IG 也帮手机，没有没有
IG 有账号啊。过了 ，Hello。包括上个学呢。太快乐了吧！刚刚那个音调。有一个什么 F？ No， 剧场对剧场可能有机会。梅花树可以，如果有梅花树就可以。对，刚好一个一本的，刚好100个。去看猫咪船的。你拔掉了。前一季正好没买到。对啊，旁边那个好像合作了。还好吧。从此以后，都快给我靠边。在哪？对，好可怕哦，海豚海。现在才刚又起来，应该没那么快吧？哦，应该可以啦。在哪里啊？如果梅花姐的话，这里有车。你可以领一下，我有点太神志不清。停办室外500人以上，室内100人以上之。集会活动，上述集会活动若能采固定座位且为梅花座，10连制，全程佩戴口罩，禁止饮食。这应该就是可以吧？提防疫计划报，请地方主管机关核准后实施。可是我们下个月开卖了吗？还没吧。六月开卖了吗？下月需要 face 吧。那可以了。现在是 Asia。哦，现在是 Asia，所以 Asia 可能又要换。就是如果有要实施那个话，可能就要换一下。座位好了，对，一定的。而且如果超过那个人数的话，就又有点麻烦，就要退掉，全部退掉，然后再重新吗？我不确定啦，我不知道。辛苦了 ，Hello。Hello， 汉。欸，我昨天早上起来没有声音，欸，直接没声音的那种，就直接是的那种，欸，超可怕的。想吃油鸡便当，好吃，怎么了一下 Hello 双燕，叉烧也好吃。现场取消剩线上，哦，也有可能。前业绩有可能也变线上吗？我不知道，啊。怎么会有这首 ？Hello， 克里斯。对啊，我没喊口，我在哑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这边太干，或者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真的是没声音耶，但不是沙哑的那种，是就是没有声音，就是刚起床，没有声音。你说便当吗？欸，他们真的想吃，欸，还是台中停水喉咙就干了。台中停水不影响我，啊，我在台北。现在跟手机号码一样停用，对，一样停用的。哇 ，Hello 志宏，买汤。
对，大家健康就好，希望大家都健康。Hello， 南野秀一。他们很想吃便当哎，但我也不知道那是哪里的。嗯？公演便当。公演便当。哪一次的？油鸡叉烧。他前几次有一次很好吃，很港，就是港式那种脆皮猪排那种感觉，我很喜欢那种。忘了。可是我那几次都吃不完，吃不完。我只记得我跟你吃的那一次很好吃。我跟你吃了什么便当？我跟你有吃便当吗？需要输入验证吗？有了，已经有了。Hello， 太郎。但我们每次都不一定，我们每次便当都不一定。什么？火车不是火车。我现在很少吃火车便当。铁路便当。什么啊？铁路便当要吃花莲。嗯。没有，我没吃过。Hello， Jimmy， 好诶。是的，秘鲁定吗？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嗯，便当不是吧？怎么好像很熟一样 ？Hello， 好吃的帮我做一下笔记。啊，我觉得每次都很好吃，有的吃就很快乐。Hello， 阿光。Hello， 普拉斯。嗯，都这样吗？还是哪一种？我们都会有，就是两种、三种，就是两三种，就是那肉不一样，然后就可以自己选，然后看剩下什么这样子。我是觉得不错，但我真不知道是哪一家。Hello， 嗨家人，嗨，谁都吃没有？我不吃草。你会饿吗？不会。现在。换卫生纸。谢谢。脚的大拇指被蚊子咬，太可怜了吧！但感觉你去抓你的脚，有点像一只猩猩哎，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想象画面，他跟摄影棚里的大哥优先拿鸡腿便当，新人拿排骨，不会，不会，才不会嘞。我们的便当跟工作人员是分开的啊，一起的吧？一起，但是他们会先。我们先等吧。啊？是吗？先等吧。对啊，他们先。我们吧。是吗？嗯。哦，是吗？哦，不一定啦，大家一起拿。大家一起拿，是吧？有时候他们先拿，有时候先我们先拿。嗯。大家一起拿。大家一起抢。哪个成员我们吃不下会塞给他，我会把草给张芳芳或郑宇威，应该没有特别会给谁，我啦，我们没有特别会给谁，因为都是公演前嘛，就是那个肚子的部分。
所以不敢吃太多。Hello 代代 ，Hello 罗纳武多，不然就是我跟熊妹之前会先收起来，然后表演完再吃，有够可怜。Hello 红爷，不好吃，那么高都你喂的，他也没高我多少，一公分而已。拿出来给你们吃，好嘞，才不要嘞。禁止饮食，禁止饮食，好吗？秋葵不好吃。你去跟你爹讲看看。不要。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禁止饮食？没有，我们不能禁止饮食，我们会死哎、欸。有。谁拿两个便当？献送的时候随机分给一位粉丝。叮当叮当。鸡腿跳啊！你们会去听起来很可怜，是不想出去住？没有，对啊，人家丢海报撒便当，听起来也很奇怪。真正的饭撒，哎、欸，物理饭撒，分便当，饭撒，酷哦 ！Hello， 八五九。桌上的是海苔，差点说法片。它是一个粘头发的东西，固定头发的东西。对，其实也可以这样子用。你去擦药啦，不要抓啊，你咬破皮。看表演还有便当拿，哇，太快乐了。加固贴。才不是嘞。郑雨薇，我回来了，我的账号回来了。票价有包含本金。不可能，不可能！你要喝水吗？给你。With the wrong people sometimes. Hello, 苏云。Can't think that you're in love when you really just engaged. That's alright, that's okay. In the end, it's better for me.会拿到什么料完全凭运气的。新的王力宏的。我要看。谁？呜，可以点吗？没有。哈哈，被我点掉了。等一下，我没有看见他长什么样子。哎，反正一整个，太小。等一下会。感觉我会喜欢，对，还跟我说，我跟我后面是奇怪的大章鱼。
耶、有看到新的披萨吗？没有，新的披萨是什么 ？Hello， 萌萌萌。爆！天哪，那你们就会是人情混同。后面是什么奖杯？后面是姐姐去比赛，唱歌比赛的奖杯。呀、不是我的，占南北粽子的。期间限定哦，哈喽，哎，看起来蛮好吃的。而且它是地区限定耶，它真的是南北耶。你看，新的披萨。Hello，Hello。Hello， 茄子。对啊。哎，台中两边都有。哦，没有，对不起，台中还要跑一个区。但也是 OK， 反正很近，哈哈。好酷哦！什么意思 ？Hello， 茄子。看起来蛮好吃的，其实。但它好贵哦。哇，对，我害怕，我怕爆，他要隔离，我也要隔离，一起啊。哦，是吗？这么贵啊？必胜客这，客这么贵啊？披萨那么贵啊？那别煎呢，也是差不多吗？你要不要坐这里？为什么？那你要不要 turn on the light？ 谢谢。不然以为多少钱？哦，也是啦，那么大一个，然后把。你在玩电灯啊？是哦 ，Hello 瑶，啊，披萨好贵哦。他们吃台东早餐，台东的早餐真的很好吃。有没有人要去台东玩的？可以推荐。以后。还在可对，先把这边用那个紫光那个照一下，外面有买大葱大，好贵哦，不包含海滩。台东有水吗？台东当然有水啊，台东有的是水。台东不缺好不好？台东不会缺水啊，台湾缺水，台湾就没了，我告诉你。台东早餐，台中反而还好，台中就是那种台湾古早味早餐，
但是台东的早餐就是台东限定好吃早餐，好，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耶，好好吃哦。我家巷口的早餐好好吃哦，好好吃，你昨天买的那家好好吃哦。晚餐也还有那个外送吗？有吗？天达吗？那个不是 UBR 吗？可是我这只手机没有 Uber。 台东有什么特色早餐吗？台东有什么特色早餐吗？台东很多早午餐店，但是我们醒来的时间通常都已经差不多要关门了。早餐店也有很多很好吃的。台东好小，台东很快乐，台东风很大，完全没有在回答他的问题。坏小子被咬，你去擦尿啦！笑死，好可怜哦。大哥，你妈妈奶奶呢？尤伯，对，尤伯义。Water。你唱歌啊，看你唱吧。你的声音长这样哎。你唱吧。好像没去过，去过台东。我也是跟张宝宝去是第一次去，应该是吧？我有记忆以来，之前去台东早餐都吃东河包子，东河包子什么？在四川吗？不是，在东河。东河在哪？东河在一个离市区大概40公里的地方。像山里那样吗？我不知道山里多远啊。没有吃过。没有，爸爸没有想唱歌。我现在他我都跟他说你唱歌很好听，他就说我就说我唱歌很好听啊，然后我现在叫他唱歌给我听，他都不唱，就不想唱歌了。虽然现在不想唱歌啊。那你什么时候才想唱歌？难搞，可恶，很困扰。有经过都会去买，太远了。要去买旧街东河包子，外面都是骗人的。残疾东河。嗨 ，YC， 跟阿爸一样吗？阿爸有骗人的吗？阿爸没有骗人的、啊。但是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个人包子，每个人家包的粽子不一样。想吃阿爸。但是我不喜欢阿拜的叶子，阿拜叶子超重要的啊！可是我觉得不要叶子比较好吃。不要乱吃。我是原住民之吃。哭啊！这是被人毒的东西。我其他图片也是也有啊，就是。哎、欸，我昨天看了一个，一个。阿杜主义、嗯，然后他们是出去玩的。嗯、我有传给你吗？没有。是那个什么，雪雪跟瑞莎跟阿拉斯，一起出去、嗯，然后他们有吃一个，好像是阿美族的，长得有点像阿拜、嗯，但我忘记他叫什么了。什么？看起来很好吃。也在台东。嗯。要不要考虑一下？台东。好的，太幸运了。第一件事情，你要先粉至少1500以上的生产线。也是。你可以，我可以。哭啊！台东怎么那么远呐、啊？你为什么要住那么远呐、啊？
太月下。不会过敏。台东感觉早上醒来就会有满满的稻田，是不会的，看你住在哪吧。你觉得会讲原住民语吗？老嘎苏嘎，没了。我是原住民支持。啊，忘记了，可能是吗 ？Hello， 吕晨恩。什么意思？怎么了？累。以前住台东四年，酷 ，Hello 九蛋 ，Hello Map，Hello 月小，你又来了，傻眼，台东太阳很毒，真的，毒不是大是毒，毒，什么意思？你想要晒伤吗？不会痛。这么毒，风很大，不用整理头发的那种，风会帮你整理。小小 mistake 解决了，飞机更贵啊，飞机一次就要1800。你在，也是啊，1388找你了。1388。1400，贵。不是很快、欸。没有好意思。50分钟就到了、欸。哦。台中高铁30分钟就到了。真的不去台中了、啊？对不起，好凶哦。都是去出差，没有好回忆。真假、啊？他说外出5分钟就会晒伤，有这么夸张？你的企鹅岛。Hello， 毛良。台中到底有什么、啊？台中有很多。很多景点，但是人都超多的。台中，请问台中有个什么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吗？科博馆。超少。超少人，没有人要去的那种哎、欸。Hello， 大家，科博馆这么好玩，难得法法这么黑，这么黑？难怪吧。哦，难怪，对，难怪，对不起。哇，你好棒，你好厉害哟、哦！我跟一家不同电信吗？我不知道哎、欸，我是什么台湾什么大的，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FF 赛超多年，对。我也是回来就被妈妈疯狂美白那种哎、欸。真的。对啊。回去哪？啊？回家。对啊。台东家。放学啊。哦。这么夸张吗？三仙台，三仙台是什么？它是一座桥，还有一个洞在八仙洞。酷。就是一座大桥，就是它可以走楼梯，然后这样子形状的，连到一个岛上，这样子。好酷啊！你可以有看过它的风景照？可能有。有听过三千台这个东西，但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看过。里面的石头很漂亮，有红可爱的红色石头。可是你拿回，如果你拿去其他地方，它就不会是那个颜色。是啊、哦。可能海的光线还是盐巴还是怎样，就是它就是颜色不同，有点蓝偏蓝，这个偏红，这个偏紫，这个偏怎样？拿的时候它是很多白色小点点。好酷哦。嗯，它禁止游客带回去。带不走的哎、欸。好酷哦！你带回去还是有，但颜色很。好酷哦！嗨，抖 M 手盖一，谢谢庆的梦幻星座。
Ting 的名字是庆推法诀，好赞，好赞，太赞了吧。Hello， 巴乐，台中景点，你觉得首推哪里？科博海边。我还好，我不常去海边，但台中港其实也蛮好玩的。台中港里面有好吃的。海鲜。有啦，我有印象，就是去台中港吃秋菊蕾。有人去找那种。必买。没有那么多人的小。但台中真的很多人。台北也很贵啊。Hello， 玉安。台中也不便宜、啊。云爵家先不要。云爵家有乌龟耶。对，云爵家，你家也乌龟啊。看不出来啊。啊？一直认不出来、啊。有啦，还是有看到啦。Hello， 彩虹花，三仙台是发型破坏地。台东整个地方都是发型破坏地吧？什么发型破坏地？三仙台超级破坏，大破坏，你听不到别人讲话，我打搅了。乌龟，乌龟，乌龟来了！没有错，这个身形，这个大头贴是大姐。大姐跑来说：“大坑很远呢、欸。”哦，对啊，台中很大坑哎、欸。好、哦、对啊，台中很大，大台中。哦、没有刘海就不会是普化妆。爱你 ，yes。对啊，科博馆很不错啊，但是科博馆都很少人。真的很少人，就是可能一天只有几百个人，可能也没有到，应该有了，就是很真的很少。小孩真的难过，不行哎、欸，那里是我的童年。我是我是啊，那里超好玩的、欸。你这有去台中就会去科博馆。没有哦，他就照片就拍得很远啊，我只能看身形啊，我看不到脸。Hello， 明，台中吃过苹果面包，哈？什么意思？大姐是在大坑还是自己挖了大坑？苹果说的。科博馆不是去参观麦当劳哦？对，没有。科博馆麦当劳总是特别好吃。谢谢彩虹汉的热气球，挖的成分可能比较多，超好吃。大多在外面空地留小孩堆。可是科博馆真的很好玩，但是我觉得科博馆的它有一个自然馆，就是一个地下室的地方。然后他本来那边有蛮多机关，就是可以操作，但他现在都变成超无聊的，他现在都改掉，全部改掉了。好像是传声筒。对对对，那种地方，但是他现在全部不见了。那真的是在玩屁哦。对啊，好难过哦！我上次去超难过的，他现在直接变成小朋友的，就是那种小朋友解说导览，然后那种。小动画，小动画，什么？他现在小朋友就喜欢看那些东西。不要。喜欢看荧幕的，不对啊，不应该啊。恐龙卡骗了很多家长跟小朋友，什么意思？科博馆隔壁有一家鸡肉饭，蛮好吃的。科学馆，对，科学馆。生命计数器，我记得那边小时候去那边看到看到恐龙展，然后超那时候超爱恐龙，然后他的整片整个导览片我全部都记得。你太酷了吧！是说巴塔哥尼亚恐龙位于就是不是巴西阿根廷那边一带的高原上面的一种这样子，然后以前的一些我已经忘记了以前小时候的阿妈觉得是天才，又很小大白还是那种。好酷，你好酷哦！好喜欢恐龙。对啊，还有拉泡泡，但现在都不见了。对，拉泡泡。
现在拉泡泡只能在科教馆看到了，科教馆台北好像超火了，对对，一下就没了，而且还被小朋友玩到上面都黏黏的，嗯，天哪。哦，会员卡我家搞不好有，哎、欸、哎、欸，我很爱那只暴龙，那只暴龙就这样子玩玩那样，在门口吗？哈哈，里面啊，就是最大只然后会动的那只，不是会动，哎、欸、不是在外面吗？我那是里面，里面在里面，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中间就是暴龙，对，然后那边走楼梯上去，这里还有一只带着绿色叶子的恐龙，然后还会转过来跟你讲话的。我超爱那只暴龙的，你比较喜欢鳄鱼哦？它是鳄鱼哦，它不是恐龙吗？它是鳄鱼哦，哦，它还在啊，它只是有一点小小的秀逗，但它还在，它还会讲话。啊，为什么要在恐龙展里面放一只鳄鱼？他们是近亲吗？他们是吗？嗯、Hello， 嘉伦。然后还有什么？但是去到恐龙之前的那些什么大甲虫啊，然后前面什么一直看起来很像水母的东西，就是刚进去那个入口的东西，其实我都蛮怕的，就觉得它好大。长毛象还好。嗨，鳄鱼，就奇迹吧。里面还有什么狼、北极熊、企鹅都有。恐龙就是假的，就是去那个回声那边那一区是我最爱的地方。回声就是那些玩那些小东西，还有什么齿轮还是什么的忘记了，还有跟沙子有关的吗？沙子，忘记了。反正很多东西我不知道。然后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个特展是鲸鱼的，我觉得超酷的。那喜欢这种科普的。但是他要另外付钱，然后我又超想进去，但是又有点害怕，所以就没去了。很恐怖哎、欸，它很大一个哎、欸。好啊。很恐怖。是要打怪在干嘛？是没错啦。真的超酷的，然后他就一直放那个鲸鱼的那个声出来，然后就一直听到呜。鳄鱼蛮喜欢吃火锅，哎、欸，这是你本人喜欢吃火锅是吗？对，有一只超大鱿鱼，我就觉得那个很，嗯，不行啊，我就是会怕比我大的东西啊，像是。鲸鱼不是那个鲸鱼，是大的那个鲸鱼。真的假的？海豚展，海豚展我们没有看过。大王子，长得很像，他们可能是近亲吗？我也不知道。烤肉可以烤来吃，差不多啦，长得差不多嘛。台中到底是有什么公园眼科也是超多人，但是蛮好吃，但是蛮贵。南投也是很多人。春水堂。啊，春水堂，春水堂也很多人。哎、欸，还好没有那么多。大王游人。还敢乱骂林果？台中不是超多公园，嗯，儿童公园好好玩哦，好喜欢儿童公园哦，你们要不要去儿童公园玩一下？超喜欢，松烟山路，不行，要吃当地的好吗？台中，台中 ，OK。是你要开窗户，窗开外面的风。哎、欸，我还没晒衣服。去。
去去，不然你就把它打开。里面都是你的衣服哦。去。Hello。平和で、そうですよ。平和な場所です。有吗？嗨，欢迎战士。七七，红、哦？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二姐家。没有啊。Hello Jeff 9106。嘿，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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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Hello 小蓝，这已经。差不多没了吧，这都没了，这都多久了？都没了。印象けでしたか？多分分からんちょっと分からん。ハロー、谢谢玉超の幸運四叶草。还有什么？台中还有什么？台中，我去过科博馆附近的一家猫咪咖啡厅，超可爱。干巴达奶奶 ，OK， 阿里嘎多。还有什么？台中步道。台语那怕很微妙，台语，台语不是我，台语是我们的前一组。欸，台语怎么样？台语不回答。对，台中在云爵的世界只有科博馆。云爵的台中地图。哦，还有台中美术馆，美术馆也不错玩，尤其是那个儿童区，没有啦，但儿童区真的很好。但我已经很久没去，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被改掉。还有什么啊？台中火车站，旧火车站。交通谷我也不常，不太常去。哦，彩虹眷村，我很久以前也有去过，但现在是不是也是很多人？谢谢玉超的花枝精粹。彩虹眷村很漂亮，我必须得说。绿园道，我真的很少出门。我想一下我的地图有哪里。高北湿地，欸，我之前有去过，而且我之前去的时候还可以抓螃蟹，超可爱的。我不确定它在哪。但我知道他叫什么。Hello Jack， 看了无糖。
Hello Nick， 成功里，台中港，台中儿童公园，儿童公园真的很好玩。还有啊，东海。古关，古关还在台中吗？晚安，山。不喜欢动。Hello， 豆弟。古关在台中啊、哦。啊。古关空气，很多吗？是啊、哦，对，好多豆豆哭啊。Hello， 兔我江，不会。丰嘉一中街啊，丰嘉一中街。啊？啊？古关出彩色好空气。啊？不关出产什么？好空气是吗？真的吗？这算真实的吗？哦，不行哦。力宝之前还有很有名的不关空气，哭啊！这新闻出来，大家都知道古关有好空气，但是不知道古关有什么。古关有温泉。是啊，真的假的？我知道，如果他那边有空气，古关有温泉，还有露营区，三井奥莱，三井奥莱真的是没什么东西，我个人觉得。但是如果喜欢买一些东西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去啦。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逛街的人。为什么你只要放泡泡纸？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是他一直都有放，应该房东有，就一直放着。五岭，台湾的奥莱都没什么。对 ，Hello 小白兔。有很多日本名店，但是我还好啊，我不太买东西。去三井奥莱大概只有去坐那个摩天轮，然后就陪我姐逛街。干姐姐，只知道穿 ，Hello， 一中最常去了夜市，对夜市，你有去过吗？没，我去过丰甲，丰甲很远呢、欸，丰甲交通比较不方便，对于我们这个没有驾照的人。子弹文化园区是什么？我喜欢可口，我喜欢可乐的 logo。面根什么面根？对，不用陪我逛街，搞不好是我陪他逛街。看是谁吧，我不知道是谁。公园眼科，公园眼科也有一点小远，但是他的冰淇淋蛮好吃的，而且我之前一直觉得他是看眼科的。才不是。一中街去到蓝，真的。开放印证。有，我喝过，很好喝。哎、欸，我跟你说，一中街有一间饮料店叫做多多茶坊，然后它可以点喝废料，然后随便，然后秘密，然后心痛的感觉，然后还有什么忘记，反正一堆奇怪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去骗那种没有喝过这间店的人去点心痛的感觉，一杯50块。但你会拿到一杯满满的水，超棒的哎！你要不要去喝？
不用陪逛街这个条件超喜欢，多不喜欢逛街。但没有开完，红绿灯哦，有红绿灯啊、哦，还有救急多多绿。超级多多绿，是那是救急，超级是整罐放在里面，救急是倒过来放在里面。对，50块白开水，没有了吗？为什么？哎、欸，那可以让学妹去点。那家店超棒的，搞不好他知道。我知道吧？什么？我不知道。Hello， 强森 ，Hello， 哥吉拉。为什么没有多多绿的？多多彩房是这样子，对啊，好像它倒了。对对，要喝完绿茶才能喝多多。哦，150元没有，它本来就50元。Hello， 秋天，逢甲人，那杯以后的就干净。就甘心，但它是大杯的，还好啦，大杯的，就是心痛的感觉啊！50块买一杯白开水这样子。Hello， 大熊，超大哦，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但我都不知道喝什么，都点随便，或是米米，因为我都不知道要喝什么，苦啊。Hello YC， 不太冷了，可能有，可能有吗？就是一中还有想说烤马鸡，但那不是一中，那是逢甲。逢甲有超好吃的烤马鸡，但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我每次去逢甲都要找很久。黄金左腿跟黄金右腿有吃过。库马酱じゃなかったね。え、緑のクマちゃんですか？違うんだったんだね。No。え、我的手机没电了。No。夜市你好久没去？え、我也好久没去夜市。緑のクマちゃんじゃないですね。其实蛮好逛。对，逢甲就是很多吃的。一中就是很多衣服啊鞋子，但吃的也蛮多。但如果要找吃的话，比较好像逢甲比较好，是吗？分得出来差在哪吗？我之前有分出来，但我忘记是什么了。之前有人跟我说是什么。Hello， 阿翔。こういう服めっちゃ前のめっちゃ前の好きな服です。你就在逢甲耶。 Hello 尼哥，好久不见，感觉很久。烤的跟炸的哦，是这样子吗？啊，嘿 Hello 阿鹏鹏，超大甲狗是吗？
它的空间有点小，插不进去。是哦 ，Hello 马子俊。桌子下怎么会发光？桌子下是桌子上，桌子上不是桌子下。住房角要找吃的饱的，能当晚餐很少。嗯，都是那种逛夜市的小吃。喂，是我的。就这样，就这样，好棒！吃饭穿裙子吗？不太穿，不太喜欢。没有。从小要找能吃的饱，不穿太少，不过远离夜市区是吗？去夜市吃吗？这一个月五十，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啊。其实，嗯，あんまりスカート着てないんだね。好きじゃないから。日本退化，台北有什么便宜的东西吗？请问，酷啊！求台北便宜，便宜好吃的东西。太少了吧，房价那么大，房价好像其实也没有到很大。超棒哦，好棒哦，谢谢鱼瓶的枫叶。哎，那好棒哦，不要称重了，我觉得称重的自助餐都是邪教。台北也有自助餐，但是不知道，不一定，有贵也有便宜的。球这么多，酷！没有，有的是称重的，好不好？哦，没有便宜又好穿，便宜又好穿，酷吧？你要看吗？给你。夹过三样菜，两条香肠。感觉很多耶，好棒哦 ！Hello T， 好棒哦！我有出门。什么意思啊？どういう意味？
话。对啊，还要公演。哎，我这次剑颂跟进场的翻拍，我只找到了一张，而且主要还不是我。天哪，我走得太快了，是不是？什么意思？何時に寝るの？没有，才没有，才没有，哪有啊？有一张 ，yes， 耶、yeah, ，谢谢。哎，而且我进去的时候忘记带凤梨，我本来已经。裂掉了，我本来全部都想好，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忘记带了，忘记带凤梨了。那只有100张，太夸张，笑死。ちゃんとシャワーして寝て絶対する、絶対するです。没有，那本来就坏了，就放在那边自己坏了，好不好 ？Not me, not me. No, no. 哦，也是啦，辛苦了，谢谢。好不好 ？Hello， 渣男。哇！靠，什么问题？说亮一点嘛，晚上太难了，哭。晚上只能靠你们的修图技术，调一下那个东西，调一下那个，知道。谢谢渣男的告白气球。最近吧。下礼拜该不会连播3天吧？哦，从礼拜日算的话是哦。Hello， 一晨，闭嘴！有时候也救不回来，好难过、哦。拍了这么多，结果。Hello， 志祥，拜拜，晚安。Oh my God, that's your empire. Neve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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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不是，我是说算上这礼拜日的话。什么高桥城你疯了、啊、Hello 阿尔法，妈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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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哦，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高桥城你疯了？杨雄是在哈喽。其实我要吃海南鸡饭还是？猪肉河粉，猪肉河粉，等一下，两个听起来都很好吃，不同家，哦，不同家。他有春卷呢，可是你不是说会臭？对，但你不加鱼露就不臭了。但它就没有味道，不行。但这里没有酱油。那怎么可能？妈妈。这里有酱油吗？没有冰的。冰的。来不及了。那我用冰的，我叫你别再冰啊。啊、哦，我不知道，你可以看看。Hello Chance。里面还有很多好喝的东西。新扇子很清楚。还有饭团一个。啊、哦，对。你可以吃，或是你要。点生春卷，然后分。嗯 ，Hello 安德鲁，高桥总疯了，怎么办？なんてそんなに急げ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行ってよ。怎么办？这个我还好，还是要吃河南海南鸡饭，河南。还好，海南鸡饭，你可以看一下，你花千几在千几家，还不错，看起来，还是很有骨头的。我们没有镜子啊。昨日のまだまだ出てないです。讲错了。海南跟河南有啊。写信哇，阿里的呢？电车，ただ電車で、そして修图，修它。这其他声音好好听。
对，很贵。好爽的，谢谢星星你们的热气球，加工的加工，踢土踢他，耶！哎，我还有一张哎，但是那张要剪。你可以现在是故这么说法。哭啊！我还 P 了一张马鲁，闷的那个。对，但就很假。很假，超假。但是很可爱，马鲁很可爱。真的，他就天使。对。有牛肉面，好贵哦。很贵，河粉也很贵，河粉一碗90差不多，就有点微贵，太难了。晚点去领皮。你可以下去地球去。对。下次是。你们花很多钱吗？是吗？我这还500块。是你的吧？不是我拿其他钱的。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就是五百五，可是我拿你旁边的几百块啊，300，300，所以就是我的，我拿你200，所以我的200可以请我吃饭啊，好啊，好啊，500，的意思吗？这个吗？什么意思？用这张500块的意思。那是我的规矩可能吧。哪里三年？你们还有500块以外的钱吧？没有。没有啊。没有。哭。Hello。试过一家公克。一样，那我看你还是去领钱好了。虽然是你的嘛。那明天会用到它。它。对。那你的钱包没有钱。好吧。君がいるなら。20秒哎。Hello。坏了呢。别用了呗。Hello， 才没那么久。太有时间，我想看点什么东西。你拿得住卡那？莫说难的哟。天天玩乐园。一度。Hello， 人好。激斗峡谷，那你要吃这个吗？海南鸡饭吗？嗯，感觉好吃。Hello， 鸟。高桥成风。他旁边还有那个卤味啊。嗯？他照片看起来很豪华哎。他还有卤味耶。搞不好没有啊。骗骗你。就先这样吧。我不知道。高桥成发分呐、啊。不，酸辣汤还有今日小菜，我不知道今日小菜是什么东西。看心情再煮。代表不知道什么腌萝卜那种恶心东西、啊。嗯，应该不会吧？为什么不吃腌制的？就是，我不吃菜。那恶心。
情啊。秋葵可能也是颜值大，我才秋葵才不是，就是生吃好不好？要水煮，又不是生吃。ファファの公演衣装可愛かったね。ファファが？え、可愛い？あ、でも想吃河粉。鸡饭看起来太有保险了。不是河粉，还好，不想吃。你想吃海洋鸡饭的？其实两个都还好，因为他们有点贵。喂。Hello, Rebel。小孩子才选择换另一只脚的小子，你的去杀了他，去把他杀了，萱萱，啊？什么艺术？有凉面呢。我耶！把他杀了，把那只蚊子杀了，你才没有那么认真，没有啦！谢谢高潮。看一下，我去快餐便当了。还要吃炒饭，炒饭，是吗？你先看一下这个。这个可以啊。好哟，这个可以啊，赞！试试看吗？可以。你要吃还是？啊？你要吃还是？卤肉饭。快点！你家卖鸡肉饭，你家点吃？还是我要吃鸡肉饭。我现在点鸡肉饭。那我吃卤肉饭。对啊，为什么对你的脚趾头情有独钟？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我口罩好花俏，我口罩是大。我的口罩是哪个？小的45，大的65。大的。啊？我公演戴什么口罩啊？Blackpink 不是啊？哦，是吗？我公演戴 Blackpink 哦。快点晚餐，谢谢思源的热气球，借我你的手机。你看，封死我尖叫！张宇，你躺着是不是？嗯。没有，我在说杨秀。封死我尖叫！鸡排真的不用，卤肉饭很好吃哎。後ろに CP の絵が。え、あ、そうだね。綺麗じゃない？綺麗でしょ？これは違う。これは見ないで。綺麗でしょ？いい絵だ。你在做仰卧起坐？哈？你确定？Are you sure？我觉得我手机会倒。应该吃空肉饭，什么观点？我在鸡肉，人家卖鸡肉饭，然后我吃卤肉饭，然后你又叫我点空肉饭，哭啊！达到了，可是没写啊，那是不是不只有一只？でしょ？さやみる是吗？是吗？不是吧？不是吧？它只是单纯刚好，是吗？什么东西？那张啊？是啥呀？米露基吗？不是吧？有点眼熟，我是谁的图？
亚米鲁吉。嗯？沙亚米鲁吉。你是不知道谁，但是有在网上看过这张图。嗯。小哥 ，Hello。哎，我的天！我看到其他菜看起来好好吃的，好像。啊，那是蛋吗？嗯。买它。好贵哦，算了。啊，它它有蛋呢，它有快乐蛋蛋呢。可是刚刚那家也有。去吃 Sukiya 还是什么有秋葵的店？也可以啊。还是吃这家，看你啊，他看起来快乐。港式饮品哎，你现在出门还有牛肉汤、咸粥、鱼肉汤、猪心等，太多了吧？其实还有其他的，你看。对啊，吃啊，很饿就是要吃啊。嗯，好饿哦，不喜欢布拉西亚。你刚刚明就也说腌菜饿了。它是鱼耶。快乐蛋蛋。对，还有快乐蛋蛋，那个腊肠，对，嗯，都是一百四。为什么要传文字给我？晚餐吃鸡肉卷，宵夜吃鸡肉饭，中午没有吃亲子冻。哎，对，我今天有吃鸡肉。什么？你今天吃什么？鸡肉卷。对啊。好好吃哦。Hello， 威廉。他很无奈，他说：“好。”啊，到底要吃什么？哭啊！哭啊！ヤシノヤスキヤ，ブドバ。嗯。嗨。嗨，鸡们快跑！啊，怎么了？突然叫我姐姐，啊？你到底要吃什么？不要给我讲的都可以哦。你要点哪个？不是各种的，你要吃什么？有蛋的吗？还是你要吃什么的？还是你要吃早餐店？你又不喜欢早餐店。还好，我可以吃萝卜糕说话。是没有那么多吧？啊，因为我今天很没力。啊？还是你要去买你昨天那家？我不要出门，我看起来现在是要出门吗？有机会吧。那也是你去取餐吧。该换你出门了吧？什么叮叮娃娃？嗯，什么东西？给我马先生，我要马先生，还是我要博快？嗯，博快好了。博快先生，快乐博快。他很不符合人体工学问困扰，很不舒服。这样不错啊。这样蛮不错的。什么？什么新伙伴？对，看不到直播了。噔噔噔噔。大弟，你要关播了嘞。Hello， 陆迪。不是啊，你刚刚不是按了那个鸡肉饭，所以你没有要点它了。点它。啊！什么？哎呀，刚刚帮我码掉。Hello， 圆滚滚。礼拜礼拜日都坏掉了。还是得吃的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还能有啥新伙伴？特工ですか？也是啦。啊，嗯。谁呀？我的妈！啊 ？Hello。对啊，我在二姐家。
你点完了？嗯。看一下电池不好哎。对不起，我还是泡面没吃。要不要吃荷包蛋？巨兽来袭耶！你看，哇，好恐怖哦！来 boss 了。啊，不是草主，好吧？要不要吃荷包蛋？不要。要吃到底是什么蛋？就是第一次有蛋。你的便当应该有吧？为什么？为什么不找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吗？我不能有女粉吗？不在宿舍就可以尽情聊，我是不是有赖？Hello， 眼镜我蛮舒服的，就是啊。跟法哥不一样，什么意思？我是法，我是爵哥哎、欸。我有女粉吗？也是啦，我有女粉吗？哭啊！小波快，耶！它变形了喂，我还没把它从这里面拿出来。完了，我觉得它里面出事了。我觉得它破掉了。里面的不是啦，球球，里面的内容物破掉了。完蛋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行为怎么办？它破掉了。在里面跳就跳的、啊，不是，它是有拉链的，然后是里面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然后这个可以拿去洗，但它现在哦哇哦，但它现在里面的东西破掉了，然后那个球球跑出来，哦，怎么办？你都会做娃娃的，不是那个问题哈。你有听到我刚刚讲什么吗？这个东西是可以拆下来的。我知道，我听到了。那缝里面的不行吗？但它现在长这个样子哎，要不要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天啊！解放了一个可怜的鸟。Hello， Martin。啊，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拉链拉开长怎样？我没有拉开过。但它拉链就在这啊，我就要。大きくなるよ。いやいや、これは開けていいの。これは拉链。你有没有释放？怎么办？你想开飞游戏，叫我不知道怎么开飞。右上的设定。没有。右上没有设定。还没开始。哦。You come over, you come over, you come over, right? 那是玩具吧？他们是玩家，是吧？你在巨兽吗？啊？你在巨兽吗？没有，我在玩具。哦，有点像火山口。哦，我摸到了，应该是这个。它整片打开了哎。喂。完了，它是两片东西，然后它这里整个打开嘞。哇。这里也打开了、欸，这里也打开了，这里也打开了，哇哇！它全部都打开了，哇，好吧，这个就别开了吧，把它封起封印。啊！这是我送给二姐的生日礼物。等一下，先告诉她这个难过的消息。只能塞人进去。不一定了。啊？什么？哪一个是盲水的？谁盲选不是啊？随机当中。没有这个。没有。送二姐小波块没有啊？她就很喜欢小波块，她觉得很可爱啊，我就送她啦。我的。对，她压不住里面的灵魂。Hello 八五九，谢谢庆的梦幻星座。Hello， 谢谢的玫瑰。布里兹要怎么玩？布里兹就是可以把人拉过去你们那里啊。他可以甩一次，你就把他甩了。不要，你可以跟别人换。拉树跟一个欧拉夫谢谢的玫瑰。爱飞，不要嘛。非爱吧。非爱，我真假的哭啊！那我甩看看。好多礼物是吗？我甩到一个女机器人呢、欸。谁？算了，不要。奥利安娜。嗯。奥利安被换走了。哭。今天又载回来了，手机版。Hello， 汉娜。我要下班了，我要先去告诉姐姐这个难过的消息。念排行的是，啊，第十名是朱莉恩，谢谢朱莉恩。哇，都没有卡太的。第九名是鱼萍，谢谢鱼萍。第八名是新鲜柠檬，谢谢新鲜柠檬。第七名是玄阳，谢谢玄阳。第六名是哈喽，谢谢哈喽。第五名是玉超，谢谢玉超。第四名是 QK， 谢谢 QK。第
下一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二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一名是渣男，谢谢渣男。对，没救了。里面已经没救了，它是整片打开的。晚安 ，です皆さん。拜拜。AIM 随机当中。嗯？会做到冰吗？会。做冰拿什么？会。晚安 ，です拜拜。礼拜日要看哦，你们也得上，我要思密，有点难，太难了，不行啊，它每一块都有一点破，没办法缝了，拜拜。